好，小张今天来赶海啊，带着这个耙子准备来扒点蛤蜊。今天来的有点早了，你看那个潮水还在往下退着的。走吧，我们先沿着这边先找找看，走。呀，你看这边那个石头这里，哦，一只大螃蟹，这是面包蟹吧？我的妈！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嘿嘿嘿嘿，这还有浪。哇，是活的，你看，哇，这大钳子，这个好肥呀，这只面包蟹。你看它爪子一直在动，但这种螃蟹是那种比较缓慢、迟缓的那一种螃蟹啊，它是只母的呢。这个下面肯定都是黄啊，发财了，下来捡到一只这么大的一个面包蟹，先放桶里面带着。走，咱们再去扒点蛤蜊吧。哇，这一窝就有，看，挖出来了。哇，这一窝蛤蜊可肥可大了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是不是这种大蛤蜊？哎哎，下面还有没有了？这边还有的。看，这种蛤蜊皮比较厚，也适合蒜蓉烤着吃啊。烤出来那个汤特别的鲜，太美味了。今天回家又可以饱餐一顿了。哇，这边面上还有呢，看这些个头，羡慕了吧？这是个啥呀？这个，这是恐龙蛋，这是个恐龙蛋，也不错，这个个头一起带着的啊，我再扒扒看。这里还有呢。这一窝疯狂上货，没有了，看就这些了，扒不到了。这一窝就不少，我给它带着啊，给它洗一洗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得再挖一点？吸收了这一些啊，捡到一个二分钱。现在这个瓶子一个值二毛钱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带出去。这石头几块，咱们也分着看啊。底下一些小螃蟹。哎呦呦呦，下面没货。哦，那边那个石头底下，一会儿看有个梭子蟹。梭子蟹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凶啊！哎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！哦，呦呦呦。上来就一把拿住我的手套，你用这个抓吧，我那个大钳子今天不大行，上锈了。来来来，进来，这只挺活跃的。哎呦，这边这个石块下也是一只梭子蟹，出来吧。这是怎么不动了？受伤了，断腿了。天太热，在这个地方可能被捂了，不大活了，可能还有一口气吧，没大有活力了。这个也带着吧，来来来，做个伴，两只。在这边再继续找找吧。你们看，我看到一个鱼鳍，这边一条鱼，那是什么鱼啊？这条鱼还不小呢，真的，这是一条鲨鱼，这条鲨鱼好长啊，死掉的。呀，这条鲨鱼是真长啊，好大，可能刚死不久吧。哎呦，刚死不久吧，这个鲨鱼跟你翻白眼呢，大哥，这个鲨鱼挺大的，回家可以做个酱香呢，还是做个油炸的给你吃啊？啊，吃不吃，大哥？刺身。刺身？刺身我不大行啊。算了吧，咱给大家回归大海吧。开玩笑的啊，这个鲨鱼咱一般也不吃，主要是吃了的话也害怕，上大海里面吧啊。喂喂，下去了，再见了，鲨鱼。哎呀，好腥啊！这鲨鱼真的是腥，它身上那个就是一股那种尿骚味儿。像这些小孔下面，咱们倒上盐，对准，多来一点是吧？嗯，对。都是吧？下就行啊、嗯，好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啊，这就是竹节蛏，能拔吗？可以啊，那盐丁拿着。一下就行。一下，是有点多了，浪费了。嗯，没事。哦，
快抓！哎，不是他自己，他要缩进去了，你得快！哎，出来了，快！你看哇，爸爸这个放哪儿啊？放桶里面。过来，这边有蛏子，来上来了。哎呀，所以了，壳被我捏，轻轻的，慢一点。来，这边出来一个。他们喜欢吃盐。来，这里。抓了，被我捏。轻轻的，你看，这样慢慢的拉出来，这不就是吗？看看这边还有。走，咱们抓一些竹节蛏。这边是一个养殖场，一般人也进不来，我不知道就把这个给我带进来了。来，你拿着。这边是一个好大的文蛤呀，你看，我杀了。哦，这是个白贝，这里这种金钱螺也不少，但是还有点小。走，往里走。这边又一个大蛤蜊，你看，哇，已经卧沙了，飞上一个小沙包，带着啊。这个是那种泥螺的那个卵啊，你看，跟大果冻似的，很透明，是不是还特别的漂亮？这个咱不用拿了啊，放这里，它会孵出好多那种泥螺。我捡到好远螺了，确实好舒服呀。这是鸡屎螺，放那吧。不要了，为啥呀？啊，蛏子，你看这边蛏子呼呼的往外跑呀，你看，好多呀。从这边往里撒盐，放看。它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不用放太多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大，这边的大，越往里面走越大。等它出来，啊，哎，哇，这个。我晚上回家煮着吃。我给你撒点盐，你行。来，牛牛扔给我。啊！又跑了。哇！慢一点。一个螃蟹。用盐抓上一个螃蟹。慢着。这边还有直播的。这里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个啥呀？那小狗包。嘿，一个鸡屎螺，你看，钻进去了。看。真有一个东西在里面，我感觉容易把它拽断了。哇，天哪，好长好大呀！哇，我抓到它壳了，回了，断了，就抓着一个鼻子出来，断了。行，拿，壳碎了，它很深，花旦子蟹。哇，这什么蟹？给它放了吧。这个海葵大，大海葵呀，牛牛，我来抓吧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海葵可大了，看到没有？它在吃这个什么？这什么金钱螺，还吃这个小螺。你看，啊，这个海葵身上那个粘液过敏。缩了，下面一个石块。换了，要跑。哎呦妈呀妈呀，什么东西？哦，一个花旦子蟹，这潜伏着很多小海鲜呀。你看，我得其实有个铲，这个太深了，这个太大了，我还不能松手。哇塞，好深啊，这个东西啊！断了，毁了！一个那么漂亮的海葵被我挖断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哎呀，这挖出来一个完整的得多值钱呀！收着吧。妞妞过来看，这下面一个好大的猫眼螺，你快！哇，这抓沙了！哇塞，你看这只好大呀！这么大呀！这么大！哇塞，抓沙的。怎么样？捏一包水出去吧。嗨，太过瘾！这是你刚刚抓的小麻棒啊。哇，这个完整的，很好啊，带着。就往这里也有。哇，这么大！这个也好大。又找到了一只猫眼螺。这我感觉快掉了。太热了。我怎么捏不动？我来帮你，这捏猫眼螺的水也是有技巧的。噔噔，刺啦！是你不会把肉捏掉了？不会。怎么样？我手表上的剩余。哎呀，这只好大的，快也带着了啊！这边我又发现一只，这只也好大的，你看，哇，这一只大的，那么大，好大的一只抓沙了，好大呀！宁宁，你来抓，我来抓。在这里是吧？你会捏吗？用力，一把捏出去。捏碎了？不可能，捏碎了吗？我给你洗干净啊！我还是不会。嘿，用力！是吧？哇，这一下子放出来水了，这个不小的，带着，收获颇丰啊！哇，这里边一下子四个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泥螺的那个卵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，不灵不灵的，跟那个大果冻一样。哇，呀，好漂亮，看闪闪的，这个咱不能带走啊，
就是小宝宝，这个放到大海里面。大哥快过来看看这是啥呀，这底下，哇，这是一条海参，哇，这个海参好漂亮呀，这个颜色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它这个下面的这些触角吸着这些石块，哇，下来就发现一只野生的大海参啊。看这只海参个头不小的，还挺肥。哇，这因为今天是温度多少还是有点热，如果不热的话它这个刺儿全部都刺儿起来了，它这个时候温度高的话就整体有点瘫啊。哎呀，你看忘记说了，忘记说了，哇，这只海参不错啊，给它带着回家煲老母鸡汤喝。说了说了，这石块底下咱们再翻翻看。呀呀呀，什么呀，什么东西跑了，这是个什么，还有几条小鱼，太小了，小螃蟹，这个咱不要了啊。小宝宝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有这么点螺呀，它已经钻进去了，钻的挺好，挺得劲儿啊，在这儿，你看，你看，要刺水，要刺水呀！这个自己把水刺出，好鲜活呀，自己又刺出去水了，那带着吧。前面又一只马耳螺，这一只感觉个头还大一点，你在这里爬沙的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这些粘液。这只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，看它会不会刺水。这只不怎么刺水，把它洗干净啊！强迫症的朋友们不要再说看我那冒烟了的水很难受了，洗干净捏你们是不是就好受了？嘿，哎呀，一把捏出去了，过瘾！它应该不疼吧？应该不疼啊，就跟好像是我们人类吐口水那种感觉一样吧。收了，这只比较大。这里这个泥液好多呀。哇哇哇，在这，哇塞，你看这底下有只马耳螺，我觉得这里有粘液，你看赶海真的是需要有技巧的啊。不说了，看这个地方有个海菊花，就是海葵哦，看我拿的小铲子怎么把它抓出来。哇，底下面有一块石头，能撬出来，可能是长在石头上的，就不大好挖。哎，出来了出来了，松开了。哇，这只海葵还挺长的，这一只可以哦，看这个肉质特别的通透，你看到没有，很漂亮。我们这边叫海菊花啊，东西男人吃的比较好啊，这个饭店里炒着吃或者是做个汤都很鲜美。一个给带着吧啊，提鲜。一下就是一个小海葵啊。这个是吗？对，等一下就铲子呀。我看见了。看到了没有？嗯，我给你抓住了。喂，你想抓呀？哇，这个太细了，细的还不好抓。你们是拍那个抖音视频的吗？对，拉海。对，哇，这个下面特别的细，很容易抓断了。这个太小了。哎，出来了，看，这不就是一个海葵？我看别人都是很大的。嗯，这个地方的偏小一点，有大的。好了，这个你们拿着玩吧，去抓大海鲜了。哇塞，这边这个鲍鱼也太大了吧！看到没有，这一只，拍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吸的还很紧。哦呦，看，哇塞，这怎么样，过不过瘾？给它收了啊，咱们这个水坑里面再找一找。这边有一个，看这个，在这个石缝中间有一只，哇塞，好肥美的鲍鱼啊！收了，带着。哇，这个脚底下，差点踩着它。这底下一只，这只也大，哇，这个肉特别的饱满，看，是不是？你们馋不馋？给它收了啊，带着了。看，这边这个怎么下来了？没有吸在这个石头上，可能天气热啊，这石壁比较热，它们也不喜欢吸在上面。这只个头稍微小一点，也还行，收了带着啊。那边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哇塞，今天这个鲍鱼都出来约会吗？吸的这个紧。看，都瘦了啊，鲍鱼家族。就是去总会遗落一些大螃蟹、大鱼。看这边那个水桶里面有条鱼，哎，条鱼不小。
小鱼还越不好抓，跟你们说。咦，哦，这黑头，快拍它，快它，快它！哎呦，它还会跳这个鱼。哎呦，有有有，轻一点。你看这个鱼，黑头很鲜的，妈呀！它挺爱蹦跶的这个鱼，放到桶里面先。这个鱼那个时候，这个鱼啊，就是坐月子的时候下奶特别的好啊，哺乳期的时候比较好，很鲜很鲜。带着啊，这条鱼个头不算很大，也还行。在石缝底下，好好找一找。这里的水啊，特别的红，你看到没有？洪水底下总有货，水至清则无鱼。越是像这样的地方，得好好的找一找，泡一泡。过来，过来，看到，看到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这是一条多宝鱼哎！哎呦，你看，这条多宝鱼还不小呢，个头好大的，是活的，你看，身上还在动哎！你看这个鱼鳍还在摇摆着，不小不小，给它收了。啊，今天这个鱼不少，品种也很多，咱们再看看。往外
哎呀，他心急了，他又去跑着过去了。这只好肥，这只现在配着潮的，在这里发现一条大鱼，在这里游着的，这个浪也挺大的，它有点下不去。哇，这条石斑，哎，哇，这条鱼嘴巴朝上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快快夹住它，大哥，它要不然就游走了，这个潮水越来越上来，可别被潮水带下去啊。这条鱼不小，看这条花斑鱼特别的大，哎哎，它游一下，哎哎，从你脚面上游走了。鞋子灌水了，嘿嘿嘿，喂，我踢上去，踢上去，踢上岸，踢上岸，踢上岸，好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哇，我的妈，看这条鱼，这都不小的，成色也非常的好，这个斑纹特别的漂亮，给它收了收了，上来就发现一条大鱼啊，带着，然后这些石块底下，然后
跟潮水是退下去的。鱼已经死掉了，看张了个大嘴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咋死的？而且还瞪着个大眼，真的是死不瞑目啊！鱼鳃都是变成粉红色的，没那么鲜活了，是不是推在这里缺氧，然后张着大口，这是被窒息而死的？咋了？这是它的牙齿。啊，那是它的嗓子眼儿。哼，这里面是啥呀？它的扁桃体。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带着吧，挺新鲜的，这个鱼还能吃，那个眼睛还很明亮，没有吃，回家熬个汤吃。看，瀑布的底下是鲍鱼吗？是一对耶，一双鲍鱼哇！你看，我一弄它，它们就合起来了，合二为一。你看这个下来了，哇！你看这个肉，这里下来，哇！你看这个裙边特别的漂亮，这个花纹，哇塞，写的好紧，我用好大的力气抠下来。嘿，两只手，哇，这只好肥，这是一对儿吧？瘦了给他带着啊，给石块底下翻翻看，看还有没有在这里啊？在这里轻轻摸我的，嘿，对，前面这里有只鲍鱼在这里转，它肉一直在动，拿起来，这是怎么单独行动的这一只啊？你看这个肉，哇，很肥呀、啊，这个壳很漂亮，底下还有没有啊？这底下没有了，这个石头底下又一只，哇，这只比较大哦，哇，这一大的吸的好紧啊，下来，嘿嘿，哇，看。这只好肥呀、啊，回家做个蒜蓉鲍鱼吃啊，个头不错，带着了。看这边这个礁石上，哇塞，这一些密密麻麻的都是这个蜡螺的这个卵啊，你看，回头它会长成很大很大的那些蜡螺，这些都是孵出来的小蜡螺。哎呀，我的天、啊，都是蜡螺宝宝，这一片也是，这些拐角处，哎，这些已经都孵出来，都爬出来了。这前面是个什么情况？又一条这个。死鱼黑头，今天啥情况？都大浪打上来的吗？这一只跟那一只个头也差不多大啊，眼睛都是明亮的。这是一对儿吗？哎呀，这条石斑鱼放水里没忘记打水了，也死掉了，都缺氧。天呀、啊！今天晚上回家做一锅这个炖炸鱼吃吧。看这两条鱼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，死掉了，可能是天热又缺氧。带着吧。底下又一只鲍鱼，看，这只鲍鱼已经下来了，有点着急呀、啊。哎呦，看看看，这只鲍鱼个头小一点，相对啊，也还行，挺肥的这个肉，瘦了，很漂亮吧？那条卡曼从这个石缝中间爬出来了，哎呦，我不相信你还能翻过去啊！听到我的动静了，哪也别走，这条卡曼不是特别的大，你看还行。把拿住，哎嘿，滑溜，别咬我！哎呀，这个头也不听话，拿住了，拿住了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别咬我，它要掉头，哎呀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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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哦，放桶里面，这条比较轻松啊，小海鳗没有那么大的活力，还行，拿住了，我看看这个石缝里面，套一套，再看这底下有没有货。
们好好的划了，划的好一点。有东西，海鳗。哦，哇、哦，这条好粗，它反应过来了，我拿不住了，你看，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哎，我的妈呀，扔住它，头，哎，你们知道我的无奈吗？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会儿能卖个好价钱，走，前面再找一找。发现那个石缝底下有一只鱼，那鱼感觉不是很大的样子，我要把它拿下，来看看是个什么品种啊？什么鱼啊？哇，这是个黑头呀，不大。嘿，黑头。哎，弹了弹了。它不要，哦、它在石缝里面就不好抓了。哇、哦，拿住了！放，这个黑头，个头还行的，不算小，给我放桶里面带着，跟海鳗在一起好好培养感情啊！这个石缝底下偷偷看咱们的，还有呀，就一条吗？没有伙伴，果然没有哎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那个石块旁边。那红色的是什么？红宝石是的。能看到这底下是红色的吗？啊？是不是红珊瑚？我也看不清楚，水太深了。我们再往前面找一找，走。这些地方找一找看啊。这是海葵吗？哇，一直在吃水。潮水退下去了，海葵都露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水坑里面有大龙虾，看，腿还在动着的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大龙虾个头不小呀，是活的，你看它的爪子还一直在动呢。看这大龙虾怎么分辨公母啊？那钳子也不小，它在这里觅食的吗？天气太热了，今天温度还是很高的。这一只个头真的不小，哇，这个大钳子，可能坠着它，太累了都无法行动了。你看这个须还断了，这个大龙虾，受伤了吗？在这，这大龙虾好肥呀、啊，特别的饱满，给它带着啊、哦。这只个头可以，收了收了。现在这个石块底下，咱们放上看啊。这个天气热呀，这大龙虾都要死掉。哎，看这边这个石块底下是不是一只螃蟹？哎呦嘿，一只梭子蟹出来！哎呦，哇，看这个头不小的梭子蟹，看看看，这只没有怀孕啊，没有带籽，这个可以收了，咱们带着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大龙虾差不多了，走，再去找找别的。螃蟹，快收了！教室区啊，每一个缝隙都要不能放过，划一划，走一走。
中，石斑鱼就在这个缝隙当中的。来来来，他们不说抓鱼不快，抓鱼太费事了，这一次一抓拉住它。哎，不配合我这个小家伙，这力不小的啊。来，这个鱼啊，天气越热，它身上的颜色就越浅。它本来是那种黑色的，其实。哇，这现在身上都发火了，会掉头啊！我的妈呀，吃哪去了？你来遛我呢？这水有点深，跟这个洪水的颜色融为一体。我一脚把它踢飞了，你信不信？啊，就这么点地方，你别遛我了。半个小时了，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在这，慢一点拿，轻轻的。这个又好被粉丝嘲笑了，这一期又是无奈的一期。过来过来，我慢慢的啊，拿住它，不听话。不行，我不要你了，出来！完了，手套呢？戴上手套吧。他身上这个刺儿一竖起来，手就废了。哦，饿不住了，是不是在这里面抓不到了？三个地方，你绕我带我绕来又绕去的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的妈！今天就光抓你了，潮水都涨上来了，我再抓不到你，他就跟着潮水下去了。天哪，在这里转了我好长时间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太累了。